我是马老王，我在丽水，我在景宁，非常知名的畲族古城，准备带你们一起去逛一下。走，就在我的前方25米的地方，过了这个斑马线呀，就是畲乡古城了，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，有很多三轮车在这里摆摊。我准备啊进去逛一下，顺便给你们拍啊这个三轮车摊呀都在卖些什么特产，本地特产。走，厉害了呀，热闹的一条街，热闹的古城，内蒙古烤肉，鱼翅10块钱4斤，一般地方呀你吃不着。营销中心，香港美食也在卖，你敢信？这里有一个水车，长颈鹿，独角兽，很多小车，走路累了呀就可以坐这个小车逛畲乡古城了。这是一个牌坊，做旧仿古处理的牌坊，是有一定东西的。这里是套圈，一个圈圈呀1块钱，这里怎么都没有开门呢？关门了。懂行的看一下有什么说法。古城啊没有开门，这个开门了，卖民族衣服的。前面好像也没什么东西，视频啊要么就这么结束了吧。